嘿，亲爱的，你好，今天是2021年8月16号，农历七月。你好，你好吓人哦！为什么？你一定要讲到农历七月，因为真的是农历七月吗？然后你之前一直开场的时候就是，就哎呀，拜托，没有好不好？看那个麦有没有声音 ？OK， 如果你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的话 ，Welcome to Bleep Singapore， help us to check if you can hear us， OK， help us to comment and say you can hear us， otherwise we talk for like 1 hour， the stream finish already， then you say cannot hear us， then we'll be like oh my god， what are you doing？ 之前因为我们有一集过，就是我们是讲了滔滔不绝，然后呢就15分钟过后，忽然有人讲说我们听不到哎。Yeah, don't like that, okay? Okay, so help us to like and share. So today we want to thank Juewei Singapore for sponsoring today's episode. Okay, so basically Juewei Singapore, right, they have got lots and lots of amazing snacks and dishes that we can all try. So most of them are actually mala flavor, which is actually one of the hot favorites that Singaporeans we love. So today we've got some new products that we want to show to you as well. And we're also giving away lots and lots of amazing giveaways. So if you would help us to like and share, share this stream to as many pages as you can. So likewise, one share is equivalent to one chance of winning these prizes. Exactly. 所以我刚刚也是分享了到我自己的 Facebook page 了，我自己的 Facebook profile 啦，对。然后呢，我就说了，哎，赶快进来哦，因为呢，今天呢是有我们的绝味的这个美食啊，我的天哪，而且是有奖品要送给大家。所以呢，要赢的话呢，赶快来 like and share 了，因为呢，你每个like， 然后再 share 到一个 Facebook page 呢。Facebook group 的话，或者是自己的 WhatsApp 呢，等等的话呢，你就有一个机会可以赢得我们的这个绝味的 yummy 美食了。是，那我们今天是农历七月嘛，哈，是中元节，是的。然后英文是叫做 Hungry Ghost Festival， 就是饿鬼节。哎、那个很适合我的这个名称，真的。你是人家是。农历七月才出来，你是全年都在的。对，我就是那个恶鬼，真的真的。哎，我们会看到 Alan，Hello，Alan 讲说哇，绝味，哇 ，Alan 喜欢吃绝味是不是？这个是很 popular 的一个美食哦，在新加坡。Yes, okay. So today we have got 1, 2, 3, 4, 5, 6, 7, 8, 9, 10. We have got 10 different snacks on display, but of course they offer much more lah. But due to space constraint, due to time limitations, we can only show all this much. Okay, but they are very delicious. We're giving away amazing giveaways right now. Help us to share to as many pages as you can to win all these amazing giveaways, yeah? 是的，如果说想要赢得我们的这个绝味的这个美食的话呢，诶，我们今天现场呢有10种不同的这个美味佳肴哦。对，而且每个呢其实都是已经是真空包装了，对不对？是。所以呢，你买的时候呢，诶，你就直接这样买一包拿回去，然后呢就弄热就可以了。嗯，很方便呢。是。你根本就不用自己去切啊。去煮啊，去蒸啊，什么不用哎，直接它调味什么样都已经弄好给你了，太棒了。对，而且我知道，其实在中国一些省，然后一些城市，他们当地的人呢，很喜欢吃绝味，而且呢，他们会当绝味的这些小吃呢为小吃，所以呢，就很像是开胃菜类似的。我懂，就下酒菜。对，所以呢，在中国哈，他们就很喜欢，就是就没有像我们这样像吃薯片啊那些比较不健康的，对对对，这些都有很多的什么蛋白质啦，而且是比那个薯片来得更加的健康。当然呢、啊，薯片吃的超不健康的，好不好？是。那其实，在新加坡哈、哦，有些朋友可能就不喜欢吃这些凉菜，对不对？哎、但是还是可以享受绝味的这些小吃的。怎么享受呢？可以配饭呐、啊，可以配面啦、啊哦，同样也是非常的美味。对对对，所以呢，如果说你觉得哎，你不想当小吃的话呢，你要当主菜的话，哎，当然是可以的、哦，因为其实真的可以耶。其实你这样一包的话呢，哎、直接就是可能一个人就配饭吃就 OK 了，对吗？解决一餐了，对，超方便。然后呢，其实绝味也是很厉害的事，那他们一直在创新了，对呀、啊。在过去的几天呢，他们其实又推出了一款全新的这个小吃。什么小吃呢？啊，在7月7号七夕节哈、啊，就那个周末、哎，对不对？是啊，就推出了这个非常浪漫的叫做 Steam Chicken in 四川 Chili。哦 ，Steam Chicken in 四川 Chili， 就我们口水。水鸡 对，所以那个鸡哈、哦、是蒸的，而且呢是有使用就很非常软的那个鸡腿 ，OK、wow。所以如果你是吃，因为像我去健身的，对不对？对。然后呢，我们通常都喜欢吃鸡，对，因为 protein 啊，对，有很多蛋白质，对。然后呢，对于练肌肉的朋友很好，而且呢，这些鸡不是拿去油炸的，所以呢更加的健康哦。Oh。
然后呢，有些时候可能人家就觉得说，哎，拿去真的没有味道，对不对？ Uh-huh. 但是呢，这个口水鸡呢，它其实是有这个四川辣椒在里边的，所以就特别的香浓， oh. 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跟你一起来开箱，我们就一起来品尝这个全新的菜肴。而且呢，重点是刚才 Shannon 讲的哈，我们不需要就是好像还要拿去煮还是什么，对，直接开了之后哈，它其实有三包小包的调味料了，直接倒进去里面搅拌就好了。对，而且呢，其实呢，你不用加热，也是你这样冷着吃也是 OK 的。嗯、对，其实刚才呢，就我就看到说 Alan 讲说呢，吃冷的不用加热，也太方便了吧？是，对你完全就不用微波炉啊，你微波炉的话，你还要放个五分钟、十分钟、嗯，对不对？那个就哎呀，还要等，有点麻烦。这个不用，直接就开了就可以吃了。对，重点是像我这种懒人，对不对？对，我就很讨厌，就是很像我还要再去拿去一个碗来一个盘呢，拿去在那里放东西，然后最后吃完了还要拿去洗。对，这个直接开了，你不用摆在一个盘上，对，对，不用成个变成一个就这个直接就是一个盘了。是，哇，天哪！这个就帮你想得很周到哎、欸，真的很方便。Wow, OK，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呢就是这一包。OK， 首先来这个，哦、我们看一下 ，close up 一下。哎，这是我们的这个特点，对，招牌的口水鸡。OK， 在四川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开胃菜了哈。这个呢，其实是在我们的那个夫妻肺片之后呢，全新推出的，所以呢，非常的火，好像是在过去的周末哈，在新加坡的三间分店，分别是在 Boon Lay MRT、在乌洛 MRT 还有在红毛桥 MRT 呢推出的，每一包呢150克的这个锁鲜装是9.5元。100克的这个散装呢是6.5元，对，而且还有 promotion 哦，如果你任意搭配的话呢，你可以享有20%的优惠折扣喂。是 ，OK， 重点是它除了有非常的鲜嫩多汁的鸡肉之外，它其实呢也是有用很多不同的这个材料腌制的。哇，有什么材料呢 ？OK， 我想一下哈，黄豆油辣椒面，哇，花椒面、花生碎、芝麻北葱、洋葱、八角、香菜、大蒜、生姜，还有呢腌碎就这些材料呢腌制出来的。对了，哇塞，你看呢、啊，如果说你自己在家也要弄这一道菜的话呢，你要准备那么多的这材料哎，有点很难嘛，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讲的话讲的太多了，我很想要开这一包。赶快开了，赶快开了，有没有盘呢、啊？对，有，我们的盘在后面了。OK， 盘在后面，好好好，我们先来开一下哈这一包。哇，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耶！这个鸡呢，因为在新加坡，其实我们都很爱吃鸡，也是嘛，对不对？那可是有一些朋友呢，会觉得说，哎，那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鸡呢，有时候没有不够味道，因为就是比较可能清淡一点，对不对？像我们的海南鸡啊，所以呢，这个爵位呢，他们就推出了一个这个非常棒、非常新款的这个。口水鸡就是加了我们的这个辣椒哦，是一开起来呢，那个香味就扑鼻了。对，哦，哎，我可以闻到那个很鲜嫩的这个鸡的味道。是 ，OK， 那我们现在呢，很简单哦，要吃这个口水鸡，要怎么样？随便拿一包，就是这三包呢，全部加进去就对了。对，所以它这个是一套的，对吗？嗯，一套的。对，所以呢，好，我们先拿这个我们的哦特别酱汁。OK， 他说其实是第一包是那个红油汁。哦，红油汁来。对，pour the sauce。Box one over the chicken， 是我们的香辣油 spicy fragrance。我最喜欢吃辣了。你喜欢吃辣？哎，其实我是吃小辣而已、所以我会比较担心这个辣椒。好，等一下我通常叫我是吃大辣辣还是特辣，所以如果不辣的话，我无辣不欢。真的、哦？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做四川人了。来，直接倒进去，对。那、我们要 favor camera，、我们在这里来来来 ，OK。看到吗？看到吗？我的天哪，小心会，我怕会漏。你不要倒我身体哈。我不是那只鸡哈，你是这个嫩鸡吧 ？OK， 哇，你看那个芝麻哦，哎，真的有看到吗？天啊！哎，我看到这样的那个搭配的时候呢，我现在瞬间哈，我的那个口水里面哈是好多口水哦，嘴巴里面很多口水了哦。OK， 哎，等一下你再这样讲哦，可是你没有拿那个麦克风，没有人听到哦。对对对，就只听到我的声音。对，因为我没手。哇，你看，你会看到那个红油鸡，是你看到吗？哦，那个红油辣椒实在是太美味了，而且很香哎，我可以闻到那个芝麻的香味，非常香。你懂为什么今天我穿红色吗？因为就是为了这个。哦，还是你就怕人家沾到你的衣服？
没有吗？因为我不是好不好？因为我每次吃的像麻辣还是什么的话，我都会不小心穿到白色，然后我吃完了之后就全身都是。所以你这个有点，因为我很乱，笨手笨脚、啊。我吃东西对了，很乱的。OK， 但你看它那个颜色，哎呦，真的超美的，辣味鲜香诱人。哎，喜有没有喜欢吃辣椒的人？喜欢吃辣椒的话，赶快 comment 辣椒好不好？嗯，对，我现在已经垂涎了嘞。对，很香，口水一直在直流。OK， 等一下还没有，还有再加第二个、第二包，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这个特别酱汁哦 ，special sauce。有没有看到？它是这个比较，它是黑黑的，对。然后怎么样的味道呢？我现在赶快开了哦。OK， 你 try， 我们可以 try 一下吗？那个味道，等再倒进去。我去拿我的叉，好不好？我拿吧。好。Okay, guys, we're giving away all these amazing Juewei gift sets. So if you want to, right, help us to comment Juewei after you have helped us to like and share to many different pages this stream. Okay, we'll be giving away the first giveaway in a very short while. Wow, 好多人哦 ,140 位。Jenny, Joey, Pei Ying, Jia Ying, Cecilia, 哇好多哎呦 ,sorry, I missed out 里面的 message. Okay, 思琳 Lucas, HK, Pei Ying,KP， 哇，好多 OK， 等一下再跟你们打招呼 OK， 对对，我现在忙着吃。我刚才已经甜了那个这个酱味，哎，很香哎，是什么？它是有点像酱青，可是又不是酱青，纯酱青，它是有点就带我不懂，因为是特别酱汁嘛，对不对？因为我现在闻到的那个味道是很像淡淡的那个酱油味，对，所以它就有酱油，可是呢又有点带小甜，然后又有点小咸，然后就哦，好开胃哦！你形容到就超香的，而且很香。OK， 好来，你要 try 一下吗？我要 try， 这个来这个你的那个叉拿一下，就很香。我可以喝整罐哎，真的。OK， 可以来，我们是要配搭这个红油哦。好来，看到吗？大家来，我们再浅一点，再浅一点，浅一点、啊。OK， 来，哎，小心你辣椒要低 okay, 哦。Okay, okay.哦、有没有看到？有，我的天哪 ！OK， 我怕它溢漏出来了。OK， 好了，哇，全部倒下去！天哪，好，可以吃了吗？可以吃了吗？可以，来，我拿盘吧，你需要盘吗？但是呢，你看到哈、哦，全部这样红这样子哈，如果你要想要更开胃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有香菜。哎，对哈、哦，我忘记香菜，等一下。还有那个 crush peanut， 你看人家，你看人家，我们已经迫不看到了之后就，迫不及待了，迫不及待了，要去吃了嘞。对呀、啊，倒下来吧，好、哦，那个香菜。香菜来。你看香菜就不管了。因为我不吃香菜。哦，你没有吃香菜啊？那你看他们其实很有心嘞，就是他把这些香菜就分开，因为我知道其实有一票人是很爱香菜的，有些人就不喜欢吃，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吃的话，就不用放进去喽。OK， 还有花生。还有花生。哦，我喜欢花生。我要快点吃了。我喜欢花生。哇 ！OK， 我已经腌到一片了，那个已经是我觉得已经腌到很入味了，现在。哦。Okay, 来，我们来摆盘一下啊！来，噔噔，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好吃吗？我不可以再就把它放在靠近镜头。对对，还是我把那个相机就往下看。没事，那我们就直接拿一片出来吧，放在那个盘。可以，来盘在这儿。好，那你先拿一块吧，然后我就可以放在下去，我就可以自己接一片。好，你就拿那个。你那个入味的是在哪里？这一块，这一块是很入味的吗？这是我的。那你拿去吧。你看他问我哪一块很入味哈，他就我指给他了，他就偏偏拿那一块嘞。OK。好 ，OK， 那我们请 Shannon 来品尝一下，看一下什么味道。然后把你的麦，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你看那个鸡肉，哦，我的天哪，它是很嫩哎，它看起来非常的白，非常的美。好，来，我现在吃了。OK， 所以呢，现在已经开始售卖了哈，100克的散装呢是6块5毛，然后呢150克的。这个是锁鲜装的，是9.5元 ，OK， 非常的物有所值。你看人家吃到好没有声音的哦，什么？小辣有小辣，对，然后它是有点因为是四川辣嘛，所以它就有点微微麻，开始就越吃就会开始有点那个麻味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喜欢吃这个四川啊，喜欢吃麻辣的这个朋友们呢，哎，这个你一定会喜欢哦，而且它的那个鸡呢。它没有那个鸡腥味耶，对，真的，我其实会蛮怕有些鸡腥味之类的，可是这个不会耶，而且它是，我本以为会觉得，哎呀，冷的那个鸡会不会
硬硬不好吃。哎，不会耶，它很嫩耶，对，所以它蛮好的。OK， 因为它其实呢，它在制作这个口水鸡的过程当中哈，它其实是煮好了之后呢，就很快的去冷冻，之后呢就把它包装起来，所以呢是个鲜味哈，是全部都锁在这个一小盒当中的。嗯 ，OK， 所以我可以吃了吗？好好，来来，到你吃，到你吃，你就讲个笑话哈，我去拿一下我的盘哈。来来，这边这边，你的盘在这，我转换一下。OK， 来你过去镜头，我要吃了。好好，来这。好，来，现在到 Jimmy 来享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口水鸡了。所以呢，哇塞，可以吗？我们这很忙啊。所以呢，现在 Jimmy 在瞄准了这个另一块已经渗透这个红油那个辣椒，还有当然是我们的特别酱料 special sauce 的那个鸡块了。所以呢，爵位呢不只是我们这个口水鸡哦，当然因为口水鸡呢是我们的新品上线哦，所以呢要买的话，要试试看的话呢，哎，赶快记得要到我们的 Boon Lay MRT 呢，还有我们的 Bedok Mall， 还有 Ang Mo Kio MRT， 因为呢我们的这个优惠呢，哎，只到31号而已哦，8月31号，所以呢要买的话呢赶快了，而且呢是要锁定呢在我们的这个三家的这个门店哦，就是 Boon Lay MRT， 还有 Bedok Mall， 还有 Ang Mo Kio MRT。 哎，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店面呢很好哎，因为都是我们的这个不同的新加坡的地区都有一间分行，对，所以非常棒哦。哎 ，Hello Lisa，Hello。佳音耶，佳音 says Juewei Drusilla like and share 配音 Juewei 我最爱，哇塞 Joey Juewei 配音红油口水鸡哦，他已经垂涎三尺了，对不对？ Hi Lisa 秋伟你好， OK Penny， 哇塞，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Juewei哦，对，哇，超多的 comments 就是讲Juewei 耶，对，记得要 tag 你们的朋友好不好？ tag 了，然后要 share 给大家哦，因为呢，今天呢，我们会有送出我们的这个Juewei的奖品，哎，想要Juewei奖品的话呢，赶快去来分享了，而且呢，赶快要 comment 哦。你看这个 Jimmy 大哥啊，他已经吃到呢不说话了呀。怎么样，先生？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吃第四盘了。哈，这么快啊？因为它鸡很容易吃。对啊，然后就很像鸡，就一放进嘴巴里面呢，就已经融化在我嘴巴当中了。然后我觉得就很棒的是，它很开胃，尤其是那个辣椒。对。然后它其实不算是很辣的那种，就有那种微微的辣，小辣。就在、对，就在我们的那个嘴角里面哈，就这样徘徊着这个辣，对，然后吃完了，对不对？然后呢，还是有那种微微的那种感觉，就很像那种幸福的感觉，我恋爱了，哎、呦，原来吉米恋爱了，恭喜终于啊！口水鸡，九位口水鸡恋爱了，对呀、，OK， 所以这个很棒哈，这个是新品啊，记得可以去支持一下，可以去品尝一下哈，再提醒一下，所以它的那个售价呢是散装100克的是6.5元。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买那个比较大的啦哈，150克的，这个呢是锁鲜装是9.5元 $9.50 only。是的，哎，我很兴奋哦。那等一下呢，我们再试吃我们的第二道好不好？其实我在瞄其中一个。你在瞄谁？我在瞄这个有另外一个红色的这个虾球，那不叫虾球，那我觉得比较像龙虾了。对对，它其实是小龙虾吧？对，看起来是小龙虾 ，mini lobster。对，可是呢，他们就称为是这个虾球，所以我在瞄那个哦，在瞄很久了。OK， 好，来，我们下一个单元是什么呢 ？OK， 等一下，我看到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耶。哎，问什么问题？有人就说，哎，这个是新鲜的吗？是冰装的吗 ？OK， 我们其实很像有爵位的朋友哈、就工作人员其实有上线，所以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你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太多了，很多朋友对爵位都有兴趣。对呀。所以这个可以来，我们的有朋友有一些疑问的话呢，都可以在线上来 just like,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回你啊。对 ，Lisa 讲 make me mouth watering， Lisa 就赶快来吃吧。不是 make you 是真的是 make， 因为刚刚我在倒的时候，其实我的嘴巴里面已经是很多口水了，就那种你很期待要去吃到一样哈、就是很开胃的那个，对，而且又麻，又是麻辣，然后呢又有一点点那个鸡肉的那个鲜甜味道，对，所以我觉得它那个混合很棒，而且可惜的是，雪人不喜欢吃香菜，如果喜欢吃的话，那个香菜是绝配啊，对对。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你配上，对，可能一小条啦，是会更好、更美味，对不对？对，所以呢，这是非常的这个香嫩哦。所以呢，要买的话呢，赶快记得要到我们的这个绝味的这个分店了。
好，是 OK，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刚刚给你介绍的口水鸡，鸡肉呢是 Q 弹爽滑，鲜辣爽口，回味新鲜，还有呢生滋开胃的，这一道我觉得是可以算是开胃菜了，非常开胃菜，对。我已经吃了晚餐了，坦白讲，我们都已经吃了晚餐了。对，刚才我吃蛮多东西的。但我觉得现在这是其他的酒盒 ，no problem， 可以全部吃完的。我还是想，因为我是恶鬼啊，对不对？OK， 这样他是色鬼。我本来就要问一道问题了，就是农历七月嘛，对不对？什么对？所以呢，就有很多不同的鬼嘛，形形色色，所以你可能是色鬼啦。没有，我是恶鬼。你是恶鬼，这样我是色鬼。你是色鬼，我是黑色的鬼。拜托，你是去那个 KTV 之后呢，那个色鬼。你不要把我的形象抹黑好不好？因为你会去吊花墙吊啊。我不姓吴哈。吴为什么是吴？吴什么？吴先生最近蛮火的。吴先生，那个一凡哥啊。哦，这个哎，对对对，就不一样了。等一下我们被屏蔽掉哈，我们没有讲刚刚那句话，没有讲三个字，没有没有 ，never never。没有没有没有，对啊，就是那个姓吴的而已啊。是，那其实呢，农历七月哈就有一些人就闻之色变，是有些人呢就很会把这个气氛呢就把这个节日呢作为一个笑话。是，所以最近其实在网络上呢就看到了一些笑图，我们就跟你分享一下，你觉得好不好笑？哦、好笑的话就帮我们点赞，不好笑的话呢就帮我们 share 出去。对对对，好，来我们看一下吧。来，导播第一张笑图。啊，小导播还在吃哈、哦，你看导播在吃口水鸡，哎、你看在擦手，现在啊笑图还不要出来 ，memes memes 啊，快点点出来。你看你看你看，导播赶快再用那个纸巾擦，点了之后又回去吃这个哦。OK， 来来看一下这什么呢 ？OK， 他就第一张是讲说阎罗王桌。每个人都要戴口罩，然后呢就有很多的那些阿飘就出来了，哈、啊，要戴口罩哈，然后那个关卡人员就说，对咯，不然要罚你300块嘞。哎呦，所以他们就有卖那些纸的那个口罩了。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人做的哈。OK， 下一张，来这个你分享一下吧。来这个呢，就是哦，我们的这个 must remember now the human work of COVID 啊，哦，就是我们的那个僵尸的师傅叫什么？僵尸师傅叫不道长，那个道长就是带领着我们的这个僵尸们嘛，对不对？然后想说，哎，记得把那个手伸出来啊，然后呢要有一米的距离，知道吗？哎，这个真的很，这个还蛮不错的耶。为什么？因为就僵尸他本来就是有伸出手啊，然后刚好很应节，因为我们现在是要一米的这个距离。OK， 下一张。哎呦，来吉米哥哥。哎呦，这个好，就是 brother message 你咯，讲说，哎，我要去看演唱会呀、啊。然后那个人讲说，啊，现在看演唱会。可以看吗？什么演唱会？对呀、啊，为什么你没有请我去看？你不叫你、哎、什么演唱会？歌台演唱会哎、欸，可是现在不可以有歌台呀、啊，好像不行，但是线上可以。对呀、啊，哦，就线上歌台。我们下个礼拜就做线上歌台吧，还是后个礼拜之后也是一直做。对对对，好好好，嗯，好，就一直做。我们一个月而已嘛，对吗？对，一个月，对，你要 extend 也可以的。哦，好好，可以。有些可能那些阿飘就要 extend， 就来就 apply 先啊。一个月而已哈、啊，我要 visa 嘞。要 apply permit 啊？对 ，work permit。OK， 下一张。来，这个什么？这个小弟弟呢，就说，哎，他在这个马斯林呢，就看到一个黑影哦。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就是穿着白衣，然后呢，眼睛呢，就是有点黑眼圈，嗯，对吗？这个黑眼圈干嘛的呢？然后呢，她又在她的那个乌兰的麦当劳的这个 receipt 呢，留下了她的指印。是，这个其实是最近的新闻。天哪、啊，我觉得这个不懂哎，这个真的假的？就你看了会觉得，哇，到底是有灵异事件这种事情吗？就有点怪怪的。Hello? 然后呢，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最后一张啦。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呢？原来是因为阿飘想要吃麦当劳。哈，I want McDonald's。哦，原来如此。来下一张。哎、okay, ，这个是很多人讲农历七月很多东西很可怕，对不对？但是其实在新加坡呢，有一些东西比农历七月更可怕，就是像这位身穿白色的阿姨。哎、欸，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阿姨是做什么的呢？有知道的吗？知道的来 comment 一下好不好？最近没有看到她了，对不对？人家最近都是全部都是走电子化的、自动化的。对，而且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那个
那个路上的车比较少一点了啦，嗯，因为很多人都是 work from home 嘛，对对对对对呀，在家里工作，对不对？所以车子呢就没那么多了，嗯，所以呢，我们这个阿姨呢就是来发开罚单的，coupon 给你 coupon， 对，所以呢不要中我工的话呢，可以不要中我们的这个上班的话呢，记得了，一定要在你的车上呢，做，哎，是电子的那个 parking coupon 嘛，对 对, 对, 对，用手机应用的，对 ，OK， 下一张还有吗？还有。哦，这个也是一个很像新加坡看的，就是新加坡人看了之后呢，是那个脸会变的，就是要过那个 ERP 的时候，过那个 ERP 中文叫什么呢？这个闸门啦，对，电子闸门，电子闸门，对。然后你这驾车的时候，对吗 ？Oh no， 我忘记放我的那个卡了，怎么办？就直接哦公给更多钱，哦，这个，比契约还更惨哦。是 ，OK， 来下一个，哦。在新加坡其实我们有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就是你去到哪一个商场的话呢，都必须要用手机去扫码，就去告诉政府，然后你去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叫做 Trace Together 应用程序。对，然后现在是阿飘排队的时候就讲说 OK， 你来到新加坡，你要拿你的 handphone 来扫一下。哎，他们有 handphone 很不错勒，他们有 handphone 勒， 要烧给他们吗？对，就像那个苹果牌子的，对，水果牌，水果牌，他们可以到 iPhone 20 iPhone 30现在。对呀，啊，所以他们也是要什么？大家一定要扫码哈。我还看到有一个是要打疫苗的啊，什么东西？就一样的照片啊，可是就是要打疫苗，就哦，排队打疫苗，对，排队要打疫苗才可以出去哦。你不打的话，你不可以出去，边境管制。对，所以就是超好笑的。OK， 下一个没有了，对不对？有这个是第一张哎。Okay, 对，就口罩，对，那个是口罩。不见第一张，哦，吓到！小薇，我看到闪亮不见掉，我就哎，我过去了。阿蔡，阿蔡，没有，我过去导播那边，跟他讲一下。哎，那个我们在 repeat 聊。OK， 好好好 ，OK， 好好好。OK， 那我们现在呢要继续跟你分享一下哈，就是呢有了在网络上这么多笑图，对不对？是。其实呢，最近也是有一位阿嬷，她做了一件很可爱的事情。在做什么？所以在。我们新加坡哈，只要是就是中元节，嗯，就刚开始的第一天，欸，我们都会有一些朋友哈，就烧一些金银纸哦，对对对，所以就这样的一个习惯了。然后呢，就有这位阿嬷，她就心血来潮，然后她就用那个金银纸呢做了一个手工。她做什么手工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啊，是什么来的？这个，哎，他就放了那个绳子在旁边，对，做了口罩，是就要烧给那些他想要烧给的那些阿飘了，然后呢，就希望哈他们在新加坡也会奉公守法。对，就你们来的时候记得也是要戴口罩哦，与时并进。对，可是这个口罩它的这个可以 filter 到吗？知道 N95。OK， 所以呢，就有一点小小的趣事了哈，就尤其是农历新年，农历新年，农历七月不是农历新年啊，菜，哎呦，因为你穿的像农历新年这样吗？我就是那个辣子鸡，口水鸡，对，口水鸡，那个红油。对，红油辣椒，我今天是红油辣椒啊。那我是那个鸡咯。为什么你是黑色鸡？我是白斩鸡。你是黑鸡，人穿黑色。脱了之后就是白的。哎呦，大家想不想看脱？想看的话，我们今天破200，200很容易破。破三百吗？三百人我们就脱 ，OK。哇，想不想看白斩鸡？想的话，赶快tag白斩鸡，然后赶快分享。过分了。OK， 来继续跟我们的朋友说 hello 好不好 ？Hello。Lisa 说 mask， 对，是 mask 口罩。对了，然后哇，为什么看到这么多朋友写绝味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要 give away， 很快就要送了哈。对呀，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帮我们继续分享出去啊，就 share 这一支视频啊。如果你分享的越多的话，中奖机会就越高。我们今天要送你的呢是三份哈这个。由爵位提供的 ，OK， 所以我们就有一份这个口水鸡，刚刚跟你介绍的，还有呢就是麻辣的这个鱿鱼须以及泡椒凤爪 ，OK， 所以是三盒套装我们就会，你就告诉我们你去哪一个分行领取比较容易 ，OK， 我们就方便你。是的，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鱿鱼须哦，哇，你们看到 ？OK， type 爵位 ，type 爵位 ，people just type， keep typing， 不是 keep typing，keep sharing，and then help us to type 爵位 ，OK？ 对，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是，那很快呢，我们就要来给第一份 giveaway 了，但是我们先帮你 buy some time， 给你多一点时间去分享。好，我们现在呢来玩一个游戏。好，什么游戏？农历七月不可以缺少的就是。
唱歌。是的，歌台表演。那今年的歌台呢，我们刚刚讲了很多都应该要改去线上进行了。对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哦，就是为了要让收看这直播的你啊，可以 keep up to date 啊，就与时并进 OK。 所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导播呢帮我们选了几首近年来蛮火红的歌曲。哇哦，所以呢今年可能会在我们的歌台当中，线上歌台当中听到的一些歌曲。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要 PK 彼此的这个对歌曲的敏锐度。所以我们要猜是什么歌吗？对，我们就要听前奏，因为这些歌曲，因为歌台的歌哈、哦，很特别的是，是大多数的歌曲呢都是慢摇 style 的 EDM style 的哦，咚哧咚哧咚哧，所以我们去听那个咚哧咚哧哈，来猜一下歌名。OK OK， 猜对的话呢，那个对的人就敲，狠狠的敲那个错的人，哈就用我们的那个我最喜欢的宝剑来了，噔噔噔噔。OK， 如果你答错的话，照样被敲，这样吗？不用示范。OK， 事不宜迟，我们就请导播万播第一首歌曲吧。欸，我们来到前面吧，因为我看起来的头很小。你很大嘞，这脸好看吗？来，导播播吧。我要往后一点，所以脸看起来比较小。这个我知道，抢答题呀、啊！啊，对。对不对？耶、baby，baby，baby，oh，baby，baby，baby，oh。可是我猜到那个歌跟那个歌手哎、欸，啊，我猜到歌手，没有人管啊，人家猜歌啊，要猜歌名。Jimmy 一分 ，Shannon 零分， okay， 好，半分啊，半分。哎，看到了，伟豪说 baby 来迟了，因为哎、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呢？因为有 lag。对。对，所以可是我手机没有哎、欸。没事，第二道问题。好好，来第二道。我放下所有回忆，很容易啊，张远啊，嘉宾。抖音很火啊，这首歌最近。你知道我其实我懂那些歌，可是我不懂歌名，对不对？老婆，你可以直接关掉那个歌了，我猜对了。是张远嘉宾，嘉宾。这个版本比较好听，就一点版本比较好听、啊。对对对，可是因为那这首歌是蛮走那种抒情路线的嘛，哦、失恋的，那可是变成一点就很奇怪耶。没有啊，就是可能那些阿飘已经是那种失恋很久了，出来听的时候就放下所有爱情，就很嗨，是不是？ High， 好好，来我们下一首 ，Jimmy 两分。哎呦，你要帮Shannon要写那个东西，也是用我也可以看到，我可以作答啦。就会讲Juewei莲藕一流好吃。这个怎样猜？什么歌都可以这样的吗？他还没有唱的。哎，会有会有人唱吗？会啦。可是没有人唱、啊。一天都是这样的吗？他并不是没有人唱的吗？很久哎。你去跳舞吗？有啊有。欸，你懂的话留言哈。欸，这是 rap 欸，不是，他的 melody 出来了。小幸运，你小心运！什么什么？小心运！哎，还没有猜对哎，小心运，小心运！对呀，对不对？是的耶！恭喜Shannon一分！真的是到了那个副歌那你才看猜得到，之前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在 play 的时候我就很熟了，然后就哎，到底是什么歌来的 ？OK， 可以收看这直播的跟我们一起参与哦，玩这个游戏，你懂的答案的话直接写下来。对。那我觉得很多朋友现在是很忙着帮我们 share 了，因为我们很快的玩完这个游戏之后呢，很快的我们就要送出我们的第一份 giveaway 了。是的。好，来下一首歌。Next one。哦哦哦哦哦哦 ，Twice 的 Alcohol Free。
Twice 而已，你要打三下吗？你打两下就好啊。他们 Twice 吗？再加我一下吧，三下啦。好，来下一首。恭喜 Jimmy。这不用玩了，我赢了。啊，还有吗 ？OK OK， 来。陶喆沙滩是吗？不是，老婆讲不是。张栋梁的，很熟。张栋梁啊，英文的。Westlife 的 ，Westlife 的，不是我年代的 Westlife。Westlife 的，这个是 Westlife 的。你我还没有讲那个歌名哎，我还猜不到歌名。你继续播，继续播。你讲 Westlife 我就嫌弃播了，我在那里就 How does life 来什么来的？我 East life 来。我还 North life。我知道。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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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Either you sing horribly or I don't understand this song. Westlife 的。喂，三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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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大家帮帮我，帮我，帮我！我要谷歌一下吗？你等等等，你要讲谷歌。Google, please find the song. 哒哒哒哒哒哒。Westlife Wonder Where They Are， 跟阿飘一样。My love, my love, my love。你 love 什么？你 love 什么 ？My love。Westlife is my love， 就是 my love 啊，那个歌名叫 my love 啊。哦，歌名叫 my love 是吗？哈，耶！导播可以播一点近几年的吗？我们刚刚讲了近几年的歌曲。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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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到歌台啊。OK OK， 好，来下一首，下一首，下一首 ，Yes。很台，很台的这首歌。好难哦！什么歌？你别！你还下不停？我们听，我们听！真的假的？哎，他好像不是唱 K， 对耶，他是唱 Chinese 的嘞，他唱华语版呢。难怪觉得怪怪的。好了，打，哎呀，哎呀，哎呀，就可能有一些阿飘听不懂靠边了。我们听，我们听，还有吗？那时候还是我唱那个我们听的耶，是没？是啊，那你不唱华文的那时候，你靠边了。对，还有歌吗？没有歌的话，我们就来统计一下分数喽。没有了吗？你给我多一个吧。哎，这样我赢了哎。我记得没有喽。Okay,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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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您的奖品呢，就是任选一个，可以带回家。只可以一个啊，我要全部哎。一个啦，等一下还有别的游戏哎。OK， 好，等一下再选。OK， 好，好，那我们很快的就要来送出礼物了，但是在之前呢，我们还是有很好的康要跟你分享。是的、啊。那接下来要跟你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绝味的另外一个非常棒的美食啊，这个是我们新加坡人很多人都最爱的哈啊，就是鱿鱼须。鱿鱼，我刚才我就给大家看的这个鱿鱼须、嗯，哦，这看起来真的很棒哎。你看它里面的这个鱿鱼，哇，鱿鱼须啊，都是那个须，然后呢就有那个红油辣椒也是哦，有没有看到？是喜欢吃辣椒的朋友，这个一定不要错过了。对，鱿鱼 Shannon 穿红色，所以 Shannon 就开这个鱿鱼。哦，好，来，等一下我要放下我的这个，这样我就拿我的东西先吃了。OK， 准备开动。你讲吧。来。首先我们就请我们的 Shannon 姐姐来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新加坡人推荐的Juewei麻辣鱿鱼须。哇，你看小心翼翼的。可以看到哦，它的那个鱿鱼呢就轻轻一层的涂上了这个麻椒啊麻油。哇，很香。我不用走到这样近，我这里已经闻到了，对，很香很香。我闻到那个鱿鱼很像我很像有花椒的味道，我闻到那个鱿鱼的那个海鲜味，好香哦！他好像他不懂怎么讲了，一直在卡字了。看到，
哎，真的，我觉得就闻到麻辣哈、哦，那个嘴巴就很多，忽然间很多口水，来了，吹鲜了，吹鲜了，直接来了，这样不给面子啊，就直接要吃了。对呀、啊。哦，好。哎，这个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放吗？对吧？你要放盘喽、哦。怎么嘞？没有，我唯一和别的 sauce 没有对吗？没有 sauce 的，这个已经帮你调好了，所以直接开了就可以吃了。呀，我有点拿不起。哦，都不。你们看到我那里有没有虚？哦。我以为你拿给，我以为他拿给我的嘞，我老伟。哦，OK， 味道怎么样？嗯，你知道，通常哦，那些网红对不对？他都会一小口一小口吃啦。然后哦，那些很 unglam 的哦，就整只放进去嘴巴的。然后在他做访问的时候哦，就讲不出话来。对，我留下帅哥，我就比较 glam 一点。知道什么味道？OK， 你先讲哈。OK， 你先咬先，我先在这里讲先啊、嗯。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新加坡人很多人推荐的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麻椒鱿鱼须 ，Malacca fish。哦，我真的可以吃得到那个麻辣哇、哦，那个麻辣是有点辣哦。开始嗨了哈你。开始它开始越来越辣了，在我的嘴巴里头。所以跟那个之前的那个口水鸡相比的话，这个是比较辣的是吗？嗯，比较辣一点点，多一点点而已。嗯 ，OK。可是它的这个辣也不会说超辣，就是不会辣到你很太呛。对、嗯，因为我是吃小到中辣。你等下，你先讲的时候，我可以先 try 吗？哦，好好啊，你不要这样，等下你再拿，又拿回家了嘞。我就继续再吃的，好，来。所以这个它的那个鱿鱼须呢，哎，非常的鲜嫩呢，好吃。对，通常的海鲜呢，我最怕吃什么？它有那个腥味，对不对？虽然我是很喜欢吃海鲜，可是我还是会怕那个腥味。可是这个呢，鱿鱼须呢，它的制作过程呢非常棒哦，它都没有那个腥味。对，所以那个很不好吃的那个腥味，它完全没有。它这个是非常鲜甜的这个海鲜。对，所以来吉米哥哥怎么样？哦，你就吃完了、哦。他就在外头就想啊，就拿去吃了。对，哎、欸，这样很 Q 哎、欸，那个鱿鱼超 Q， 对，好吃好吃。所以你在嚼劲的时候就很像，怎么说呢？就你知道有些时候你吃海鲜，尤其是你吃鱿鱼须，对不对？是。然后呢，它是如果是不新鲜的话，它就会那种软软绵绵的。哦，对，这个不会嘞。对，它这个就很 QQ， 就它的弹性很足够、哦、是 ，OK。所以呢，如果喜欢的话哈，这个鱿鱼须呢，同样的也是在绝味有售卖的。对对。然后我们也是有送给你。对，然后我再去拿多一个。我们还很多哎、欸、，overrun 了嘞，姐姐。OK， 所以我们刚刚吃的这个鱿鱼须啊、我觉得是我们两个人都是非常赞的一个产品啦。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哈，我们全岛的这个绝味呢都有在卖这样的一个产品哈。这个是我们的麻辣鱿鱼须推荐，是。嗯，好，回来了，好吃好吃。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跟你介绍的是另外一个产品。哎，什么产品？这个产品我本身很期待。还有什么什么啊？猪脚。哦，然后很多时候、哦、那个猪脚对不对？我们在新加坡啦我们都会吃那个那个叫什么 braised trotter 啊，那个对猪脚啊，对，所以它是那种没有 braised 的，就是那个焖的、腌制的啊哈。OK， 所以很少是吃到有麻辣的哦，对、啊，是，所以我们今天要跟你介绍的呢，就是这个、哦、香辣猪脚。OK， 在这边 okay, 好来看一下，你看它的猪脚是多么的肥嫩，哇、wow ，多么的鲜嫩多汁，而且呢，感觉上哦，它的颜色呢已经是被腌制的非常入味了。哎，对，我可以看到它就是那个有褐色、深褐色，然后呢有辣椒在那个旁边哦，是很均匀哦。对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来闻一下哈、哦，第一个感觉，因为它们其实呢都是煮过了之后就直接的把它封起来了， oh~、所有的香味、所有的精华、所有的美味，全部都是锁在这个 air tight container 里面。对，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的这个猪蹄里头了，对不对？好，来，所以呢，这个猪脚，哎，其实我知道猪脚呢，就是很喜那些那个坐月子的时候，妈妈就会很喜欢吃嘛，对不对？可以驱风，对。所以呢，这个呢，我们的这个猪脚呢，它其实做了这个，那个辣椒的麻辣的这个版本。OK， 我要讲的就是我刚刚不知道那两个字是什么，对不对？什么？现在是我其实新加坡吃的那个是卤的哦，卤味的。对，但这个味道哦，闻起来也很像是卤味的哦。对。OK， 所以 it's like braised with chili。But right now, this is actually the spicy version. 对。So for those of us, if you actually like spice, and you also like all the 卤 stuff, you go to the chicken store, you like to buy all the 卤蛋啊、卤 whatever, this is actually the 绝味's very, very much recommended spicy pork trotter. Wow. Okay, 我要 try 一下了。好好，来来这边。
所以这个哦，来我就进镜头先吧。所以呢，想要来赢取我们这个绝味的美食的话呢，记得赶快要 like and share 了，因为呢，我们其实有三份礼物要送出去哦。所以呢，你跟我们讲说，哎啊、你喜欢哪一道呢？哎，我们就会送给你哦。我们有三个啦，我们有三包这个不同的绝味的这个美食要送给你哦。对，所以一个呢，但是我们刚才的口水鸡，不是哦，什么？我们是一个人三个全部送给同一个人哈，一个人拿三包啊，对啊，是，天哪！所以我们家第一份礼物呢，就你可以去拿三包了哈。等一下我吃到一半，你哎呀，我还以为是一个人一包哎，然后想说哎，这样也是很好，对，然后其他的可以自己搞吧。然后不是哎，是你们这一个人呢可以拿三盒哎，太棒了吧！所以你们根本都不用选，就直接三个不同的就拿着。哎，怎么样 ，Jimmy 哥哥？因为哥哥在吃的非常的这个可口可味，我觉得它腌制的非常均匀。哎，是。然后要帮你拿吗？它的那个肉哈、哦、也是很新鲜。对。所以咬下去的时候呢，就可以吃到那个猪蹄的那个香味哦。而且它的那个肉，我觉得是很新鲜的啦。所以同样的，就跟之前的那些鱿鱼须啦，还有跟我们的口水鸡哈、哦，都是非常 Q 弹的。对，而且那个猪蹄那个猪脚有什么好处，你懂吗？就是女生呢吃了会有那个胶原蛋白，所以呢女生一定要吃多一点这个猪脚哦。那男生吃了会有胶原蛋白吗？啊，对，那到我吃了，你去讲，我去讲哈。Okay, 可是我要吃嘞，哇，很香哎，它有那个就是那个不只是辣椒的味道，它还有那个就你说的那个乳味，对吗？还有那个就是酱青酱油的那个味道。好香哦！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麻度，对的，就是那个麻椒，就是那个辣椒，它其实放的是恰到好处的。就有些时候，如果你的那个辣椒麻味放得太重的话，它就把整个那个乳味啦，或者是那个猪脚的味道全部都盖住了。但这个呢，就刚刚好的，你还可以吃到那个猪脚的鲜甜味，然后呢，还是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辣椒味道哈、哦，在你的那个嘴齿里面徘徊的。嗯，它的那个猪肉的味道是很 Q 哦，很 Q 弹，对，因为它这个蛮大只的，它的肉你看是高高的一块，好吗？所以呢，在镜头吃有点不雅观啦，对，所以要在下面吃，所以把真的是好好吃哦，而且它的这个肉呢很嫩。对，又很鲜，对，非常好，很 Q 弹哦，对，所以这个猪蹄赞。噔噔噔噔，好，来我们下一个。我还在拿那个叉，我在想可以吃什么东西、啊对。对，我想下一个，赶快还可以 try 什么吗 ？OK，还没有，不可以 try， 要送礼物了哈。Oh, 那 okay, 那之前呢？ Okay, 好好好、我们要给你分享的是一个特别的视频。嗯，这视频有点可怕哈、哦。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话，盖住他们的眼睛。OK， 五秒钟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哎，你看这个笑哎，华人七月玩这种。我驾车差点被他吓死我都。OK， 所以在新加坡的一个停车场、哦、就有一个昂哥，他就拍到了这个司机就在他自己的车里面呢，画了一个很像是一部好莱坞电影的一个恐怖的妆 ，Conjuring 很像是。嗯，那真的很恐怖，很吓人的。对，然后又是农历七月，还好是白天啦，如果是晚上的话。我是想说还好是白天，如果真的是你半夜三更的话，你就忽然间看到这个，你真的会吓死哎、欸！是，不然的话你在开车，对，晚上开车的时候，然后你忽然间看到另外两车、哦、撞车有人这样撞，对，会吓到。对呀、啊。然后至于为什么这个男的要穿到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了，也没有人知道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拍这一支视频的那个先生，他也是有点不敢要去跟他对峙。当然，你可想要，如果说呢，你去对峙的话，然后他忽然间走出来，他根本话都不用说，你直接就倒退几步了。你觉得他是为什么要画到这样哈、啊？可能就要拍 TikTok video 吧。又或者是什么 cosplay， 还是公司答谢晚宴？这个就有点太过了吧？他肯定要拿 best dress， 太 over 了，太 over 了。对，搞不好是真的阿飘。哎呦，可是讲阿飘还会驾车，不错哎、欸。没有吗？我们新加坡不是很像来，每次很像有什么忌日的话，就会烧纸车出去咯。哦，对，所以他们可能在下面有 test drive 过了，所以就猜上来了。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要乱讲话，今天晚上会很吓人哎、欸。我们直接赶快录，就赶快回家了，好不好？不要待太晚。那就会有东西跟你一起。你啦，跟你啦，跟那个白斩鸡。Together,
就干白跟白斩鸡，不要讲我白斩鸡啊！哎，赶快，你们要不要看白斩鸡？赶快要看的话呢，就赶快要破300哦。OK， 破300，然后现在呢要送出第一份Juewei的礼物了。OK， 我们给时间倒数1分钟，是Juewei的第一份礼物啊。所以刚刚就讲了，送3份哈、哦，要送的就是我们的口水鸡，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麻辣鱿鱼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哇凤爪，而且这个凤爪呢是特别的哦。这个呢是我们的泡椒凤爪，泡椒哦。嗯、来1分钟来吗？来吗？开始儿，来有了有有，哎、欸、被 cover 住了，被 cover 住了，被 cover 住了。导播 CP 下哈，那个 timer 啊，不然的话不用紧，我们 timer 关掉，我们就直接 start 了，好吗？你要关掉 timer， 我们就 start 了。我们就 agaration， 我们就 agaration。这个导播哈、啊、今天很过分哎、欸，因为是绝味的关系，对，他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我们在做工嘞、欸，虽然我们刚刚在也是有在吃啦。可是他在后台就一直在吃，吃得很尽兴啊。对，但我觉得他有点可怜啦。为什么？就他吃我们剩的。没有，刚才他是有开心的。嗯、okay, 好了好了，给你。好好好好，来来来 OK， 那我们现在呢就多20秒吗？再多20秒，再多20秒。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在等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些朋友的留言。啊、看到很多朋友都写九尾。对呀、啊，就他主要是九尾。导播肚子饿，对哦，因为那个绝味呢真的是太绝了。是。Roland， Lin， Celine， Bond， 佩莹， John， 韦全。海云说，可以不可以看一下导播的脸？可以，等下我把那个摄影机转过来你就看得到了。导播现在赶快再擦嘴巴了。然后再赶快收拾他的那个桌子、欸、我觉得他喜欢吃那个口水鸡了。刚刚我们只吃几片而已、嗯、他口水鸡吃完了嘞。哈，这么快啊。不行，我们开出另外一包。我们开出另外一包，没事没事，我们开出另外一包。不要，我自己带回家，那包我不要跟你们 share。 哎，好，很好吃哎，真的。佩莹讲说我看到都饿了。对呀、啊嗯对啊，因为是麻辣的关系，所以就很开胃啦，我觉得。对，真的。然后我跟你讲，最重要的是哈、哦，你可能可以煮一包快熟面，是，然后你就配那个麻椒鸡，或者是配那个猪蹄，真的哦，就够了。对，而且可能我说你想你不吃白饭啊，就吃粥啊，是，就白粥的话就有点可怜，对不对？没关系，你就配我们的这个绝味任何一样美食的就可以了。Yes，OK，、okay, 我们现在时间到了，第一位。被我们的这个系统挑出来的幸运呢，就帮我们share了很多很多的，就是这一位，恭喜 ，Rella Lin， 恭喜恭喜，有看得到，Rella Lin，Rella 在吗 ？Rella， 恭喜你哦，赢得了我们的这个Juewei的这个Juewei。OK， 第一份礼物送出去了，我们还有很多礼物要送出去。OK， 是的，从这个时间点。洗刷所有的 share， 洗刷所有的 like， 洗刷所有的 comment， OK？ 是。那现在呢，这个时间点开始帮我们分享的话，有机会赢取我们第二份礼物，同样的也是有3份的这个结尾的精品。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不要写结尾了。好，那写什么？嗯，我们现在就写结尾 two， 因为第二份礼物要结尾 two 嘛，才可以分别出来嘛。OK， 好，结尾 two。two 啊，二号哈 ，OK 好。好，所以你分享了之后呢，就帮我们写结尾 two， 我们的第二份礼物呢，很快就要分享给你了。是的，哎，赶快，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耶。OK， 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进入我们的另外一个环节。好，是下一个环节，讲笑话。好，来，有什么笑话呢？还没有要那个锤了。哦，讲笑话。你看导播一直吃，哎，今天很不专业的哦。讲笑话。笑话大王马上来跟你讲笑话了啊！今天是农历七月的关系哦，所以我 Jimmy 的笑话呢是有一点跟这个农历七月有关的。哈，我都没有哎、欸，不用紧啊，你就是一个笑话。你自己主持啦，我吃了，我去吃东西了。不可以哦，你自己主持我吃哦。OK，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的第一则笑话了，好吧？什么 ？OK， 今天就问一下 Shannon 脑筋急转弯，请问哪一位艺人呢最适合去去见铁轨？哈？铁轨？什么是铁轨？那个 MRT 走的那个 track。什么艺人啊？新加坡的吗？不是。美国？台湾？哈？小鬼？不是。不知道。吴宗宪？为何？因为吴宗宪每次讲，哎呦，见鬼啦！你没有看那个戏啊？有 okay, 就哦好 ，OK， 应酬一下。对，哎，来，怎么要打人？好，OK， 好， okay, 来到我刚才不是说那个绝味兔吗？对不对？绝味兔，对。然后呢，OK， 我有一个笑话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好，对，好的，所以这个小明啊，
Okay? 小明呢就刚刚去学英文，对，他英文很差，对，他就学了英文。那就有一天呢，他就在街上走路，他就走啊走啊走啊，哎，不小心呢就踩到了一个老外的脚哦。所以呢，小明就急忙说 ：“Oh no, I'm sorry, I'm sorry。”然后呢，老外呢因为也很有礼貌啊，那老外就说了句 ：“Oh, I'm sorry too。”那个小明呢一听呢就 ：“Oh, I'm sorry three。”然后呢，老外就哈听了就傻眼，然后就说。What are you sorry for? 然后呢，小明呢就傻傻的就怎么办怎么办？他就啊 ，I'm sorry five。什么意思？我听不懂那个傻傻之后的那个 I'm sorry five。就 I'm sorry five， 就 What are you sorry for？ 就 four， 就 I'm sorry five。然后他就一直连续就 sorry one two three four five。我觉得笑话是有的啦，就是那个 delivery 有一点可以再加一点啦。打啦打啦，哎呦哎呦。一次就 two 就够了，还打 five 没？我打 six， 因为 I'm sorry six。哎呀，你看他就是故意讲说不好笑，对不对？好，来下一个。下一个 ，OK， 有一天的一个牧羊人哈，因为夏天的关系很热，所以他就决定呢，给他自己养的羊去剃毛了。OK， 然后呢，另外一天他起床的时候就发现，哎呦，为什么我昨天剃的毛的这些羊哦，他们整晚都没有睡觉，都有黑眼圈，为什么？哦、因为太冷了。啊、我都讲夏天了，你要太冷。可是就会剃了毛啊，剃了毛就睡不着啊。对，为什么？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呢？嗯、睡不着才会有黑眼圈，对不对？这我刚刚讲的、啊，你不要重复我讲的话好不好？我在思考，我在思考。Okay, 好好好，我们有很多时间了，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啊，因为那个羊哦，失眠了。啊啊！哎、欸，我觉得很好的梗哎、欸，这个。是很冷啦，是很冷，对，就冷笑话啦， okay, 好就好。晚上的时候，阿飘来的时候也是冷冷的。哎呦，是你冷，你那边冷啊？我的没有，我都 OK。OK， 来下一个。我是信哈利路亚的，对。Okay, 好, 好 ，OK。有一天呢，这个螃蟹就出门哦。那这个螃蟹出门的时候呢，就不小心，哎呀，撞到了鱼。OK， 那个鱼呢就很生气，他就说：“你是不是瞎了？”我不知道是螃蟹。你怎么破我的梗？这个好笑、欸，哦，这个好笑啊！我还觉得其实这个不是很好笑哎、欸。OK， 我知道你的 level 了，我知道你的 level 了。我真的流泪了。你是有听过是吗？我没有听过，但我觉得这个梗很好笑。可是你直接就知道嘞、欸，因为你讲那个虾很明显呢、啊，然后我就想到我妈有龙虾。哎、欸，大家，我们不要讲笑话了，我直接吃龙虾喽。Okay, 再多一个，再多一个，我们就吃龙虾。哎、okay, okay. Okay. 好好好，我想吃龙虾。OK， 我的这个啊，没有时间了啦， okay, 快点。小美做饭很难吃，然后她的全家人就一直嫌她。小美，你做饭做的很难吃。是。于是呢，小美就决定去上课了哈、嗯。可是那个小美的 mother-in-law 婆婆就知道了这回事之后呢，她就苦口婆心就对小美说：“哎、欸，小美，你干嘛要去上课花这种钱啊？婆婆教你嘛。”嗯。然后那个小美就说。没事，婆婆，你教不了的。我要上的是跆拳道课。get it, get it, get it。就是也许讲他不好吃就，哈哈，好好，这个还不错，还不错。是的，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谢谢 very much. 哦，要打你哦？哈、huh? ？我觉得好像是、啊。你笑啊？那刚才我没有打你。哦、对啊、哦。原来给你讲最后一个，我们就 start 了。哦，好，这个，OK， 好，我就来这个吧。为什么呢？那个小明哈，他要丢那个 butter 出去那个 window。因为小明喜欢 BTS，BTS 有一首歌叫 butter。不是。Smooth like butter。不是。不是。OK， 那什么？因为他要看 butterfly。哇，很冷哎、欸，你的笑话。不错吧？这不错啊。这怎么不错？哎、欸，我知道，我知道 Jimmy 的 level 了。我知道。他就是喜欢这种很冷的笑话，低级的笑话。对，我就看的时候，我就找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很好笑嘞，又不聪明的。可是，可是我 Jimmy 喜欢 ，OK， 我知道，我知道。够了 ，enough，enough，enough。OK，、哦、好 ，OK， 来，时间不是很多了、欸。对对对，我们已经过时了，我们过时了，赶快我们吃龙虾可以吗 ？OK， 来，我们来 try 龙虾了哈。耶、yeah! ！OK， 就据说了哈，吃龙虾其实手不用弄得很脏的。哦，那怎么吃啊 ？OK， 我就听我同事讲哈，如果你要吃龙虾手不要脏的话，你就先开起来，然后那个龙虾。对对，它其实有壳的，但是在壳的一端你可以看到它的肉，所以呢就先用牙齿先咬住那个肉，然后呢就把龙虾的尾巴、哦就用手拿着，然后呢就这样直接就是撕开来，那个肉就直接跑在你嘴巴了。
你看他直接 totally 没有在听我讲话，他 totally 是我在开那个龙虾，我要吃龙虾。哦，我的妈呀，好香！是这个，好香！这个是我们的，哇，我闻到了，有那个辣椒的味道。OK， 哇，扑鼻而来。哦，我的妈呀！是，你看红红的，昂昂北海南。嗯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非常著名的哈，这个是绝味的一个产品，叫做香辣虾球 ，spicy mini lobster。OK， so this is how you eat without dirtying your mouth。OK， 怎样？可以直接拿一个哈。好，来直接拿一个。OK， 你看啊，它这里有尾巴，对不对？看到吗？尾巴，连这里是肉吗？你就咬住这个肉，你就拉它的尾巴出来就好了。我要吃的剩的 ，OK。哦，好，来试试看。哎，我没有麦克风。来，他讲他要试试看。这个，我帮你拿上。下面啊，因为他下面那个钉子。OK。所以呢，就是我拿住这样子，对吗？然后我就咬那个肉，咬肉，然后就开那个尾巴。对，你就把那个尾巴这样啊。有，的确，他在流。你看，是真的是很多精华嘞。对，好，来啦，来啦。ASMR。没听到，好吃哦！哎，我超喜欢的，好吃。可是它的那个油，那个辣椒一直在滴，好多。我喜欢它的辣味啦，就很适中。然后呢，就也是同样的，可以品尝到这个。小龙虾啊，或者是这个小虾球啊，它的那个原汁原味。好吃，这个好吃。就对，已经是好吃到哈，就一直同样的讲同样的字，所以就应该是非常好吃了。而且你可以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不管你，我要吃我的。这样没人讲话哎。这个可以。没人讲话。喂。好吃。好，你看那个 Jimmy 太过分了，他就硬不要说话呵呵在吃，然后害我得赶快吃完那，然后就跟你们说话聊天。哇，这个好吃，我超喜欢这个龙虾的，它的这个也是有点小麻辣的味道，对吗？它是香辣的这个虾球嘛，对，所以哦，我开始有感觉到那个辣上来了，那个辣味上来，有，对，我这么会吃辣的哈，很凶哎，流汗了嘞。可是很秀哎，很爽，对，对，超爽的。我是这个吃小辣的人，对，所以呢，我不是很会说吃辣，尤其是麻辣，我会觉得哦，我的天哪，会太麻了。可是这个我觉得还我吃了一个呢，一颗这个小龙虾呢，刚刚好，好好吃哦，可以给你留住，你不要再吃了，我要吃，导播你不可以吃，你要留给我，知道吗？我这。导播在后面，我好像没有吃，等下出去的时候吃完了。导播，但我吃了，赶快，主持。OK， 在等，然后很多朋友在等要去送礼物了哈。OK， 在送礼物之前，我们其实还有一些产品要跟你介绍一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非常简短的跟你介绍一下，还有什么呢？是Juewei的这个亮点产品的哈。这个呢是Juewei的很多朋友都喜欢的，这个叫做。泡椒凤爪 ，OK， 所以是 chicken claws with pickled pebbles， 所以也是同样的一种酸辣的感觉啦，哈，然后这个呢是很多朋友去吃火锅的时候呢都很喜欢的一个拌菜，这个是麻辣 beancurd sheet， 叫做麻辣豆皮儿啊，很多朋友呢都吃火锅的时候喜欢的，你可以放在火锅里面或者呢生吃也可以，这个是凉菜来的，是 beancurd 啦 ，OK， 而且它的那个 texture 就是有一点，哎，过两下你一直吃。就它的那个texture是蛮不错的 ，OK。还有呢，就是这个 Adam 妈咪啊，不是我的妈啊，但是这个呢是毛豆 ，OK。这个毛豆呢是有麻辣在里面的，所以呢你在吃毛豆的时候比较健康，而且呢如果你要有那个 kick 的话啊，就是这个了哈。这是Juewei的毛豆，好好吃哦，哇，我可以那个辣就上来了 ，OK。还有再介绍多一下哈。
如果你喜欢吃素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是素的哈、哦，这个是我们的Juewei的麻辣海带 ，OK， so this is actually the 麻辣 cloud， OK， 所以也是一样啦哈、哦，有这个麻辣的味道在里面的，还有，哦，这个我有 try 过，这个我有买过，而且我是买很多的 ，OK， 这个是我们的我本身特别推荐的 ，OK， 这个叫做鲍鱼菇。麻辣 oyster mushroom， 所以鲍鱼菇我们都有吃过，对不对？但是你们吃过麻辣的 ，OK， 这个很开胃。然后呢，我吃火锅的时候，我其实也会放，而且是放麻辣的在里面。所以，OK 啦，就不用多讲了，去买这个就好了哈。OK， 当然你要买的话呢，也是不要错过。我们还有多两样，一个是鸡，一个是鸭。你要讲鸡还是你要讲鸭？鸡同鸭讲。OK， 好，那这个是鸡，这个是鸡翅。OK， 所以这个是也是一样啦。如果你喜欢吃 chicken wing 的话，这个是麻辣 wing tip。对，还有我们这个鸭翅在这里哦，这是五香的。对，哎，所以这个是没有没麻辣的吗 ？Five Spice Duck Wing， 这个是五香的鸭翅哦。对，是这个Juewei哈，不仅仅是卖麻辣的这些产品，他们其实也是有一些非麻辣的。如果你要看到它整个 menu 的话，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对，不然的话呢，你也是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社交媒体。是的，所以哇，非常多，非常棒哦，好多这个美食哦。是，那我们现在要送出的是最后一份礼物了。那在送出之前呢，我们先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哈。啊、哦、好。我们的 Blip Singapore 现在有了 Instagram 页面了。耶。OK， 那个名字呢是 Blip Singapore。那同样的，如果今天晚上你没有赢取到任何礼物的话呢，可以去我们的 Instagram， 因为在 Instagram 呢，我们有一个 run 一个 contest giveaway。对。所以只需要去Instagram 点进我们今天的那个Juewei的图片呢，跟随里面的那些指示就好了，很简单的，就是 follow 我们的页面 ，follow Juewei的 IG 页面，然后呢就 tag 五个朋友，然后我们就会有机会送这个Juewei的，同样也是三份套装的礼物送给你。哇塞，好了，那赶快呢是我们要赢取奖品喽。来。好，一分钟倒数计时开始。对了，来一分钟，来，看很多朋友在想。Juewei啊，我最爱呀、啊、Juewei 2 对 Juewei Joey 讲 Juewei 2配音最爱，还有谁？然后伟全，哎，这是停不了手的嘞。Jenny， 不要再吃了 ，Hello， 你要留给我，我要带回家的。好嘞，谢谢，哇，好多朋友哦，来 Lin Celine Bon。对，谢谢大家。绝味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HK， 会上瘾的嘞。对呀、啊，因为它的那个麻辣呢，你知道吗？就你配酒真的是很秀，很爽。对，我觉得会下酒菜是很好。而且它的那个麻辣，对不对？它不是很辣，所以呢，它就会让你一直要吃，一直要吃。对，有些时候你吃到辣了，你就会 OK， 太辣了，我吃不下了。可是就是它辣的上瘾，麻的上瘾。对，哇塞。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上瘾的话来讲呢，你可以 try 一下哈。对，就要 try Juewei咯。对，如果你是吃素的话，它其实也是有其他的啦，像是那个宾客啦，像是我们的这个海带啦，对，不是素的。海带呀，海带。OK， 好，所以呢，要买的话呢，可以赶快去我们的也是Bullet MRT 呢 ，Bedok Mall 呢，还有这个 Amokyo MRT 呢都有哦，有折扣。对， okay， 任意什么折扣搭配，你任意搭配的话呢，就是你不是买一个，然后你搭配几个的话呢，是 OK， 然后呢就可以享用28%的折扣哦，是先品尝鲜特价优惠10%的折扣。对啊、这个促销日期呢，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对了，而且真的是呢，要推荐呢，就我们的口水鸡哦，那口水真的是非常棒，它是非常的鲜嫩哦。鲜嫩爽滑，浓香川辣，哎呦，那个川辣真的是很好吃。对，然后呢？所以你会推荐那个口水鸡？对，口水鸡。我会推荐那个小龙虾。我也是会推荐小龙虾。小龙虾是 Oh my God！ 对对对，因为我是喜欢超爱吃海鲜的。是。对，哎，还有那个鱿鱼须也是很好吃。而且那个爆川豆也是蛮不错的嘞。全部啦，全部都买啦。哦，特价嘛，对不对？你乐意听、啊、？OK， 好、我们时间到了吗？好，时间到喽。时间到了，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幸运的得主，就是恭喜Wendy 啊 ，Wendy 啊，恭喜你 yeah, ，OK， 请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结束啊 ，which is going to happen in a few minutes， leave us a DM and we'll give you details on where you can collect and which is your preferred collection outlet。对了，所以 Wendy 还有刚才是什么 Rella 是吗？忘记了 Rela 对，记得要 DM 我们哦。 Alright, so once aga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today. We hope that you're going to stay safe during this period. And for those of us, if you are safe, then you should also be away from all the RPLs. 哎
OK 啦，就祝福你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几年哈、哦，都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对了，感谢你收看啊、我们的 Blip 频道。是的，拜拜。谢谢。我要吃点，我要吃点。哎哎哎。